Hello，大家好。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件我在这个春天买到的我自己很喜欢的东西，有脸上用的、身上的皮肤用的，还有身上穿的衣服。先从脸上开始，其实我是一个很少买气垫的人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气垫粉扑真的是太容易藏污纳垢了。但是气垫呢，又是一个迅速上妆、迅速补妆特别方便的东西，所以我最近就买了一个气垫。这个是我很喜欢的韩国化妆大师郑轩墨老师的。那我买的这个色号是叫 Fairlight，算是比较自然白的，上脸的话其实还是很自然，完全不会白。它比较好的一点就是你在这边按压之后呢，这里有一个可以让你把多余的粉去给它压掉的，那这样你上脸的时候呢就不会太重，那这个颜色就是不会说很白的，相当自然的一个颜色。气垫粉扑呢，我们就经常去洗就好了。好，第二件就是这个防晒粉底二合一的，美国的品牌叫 Skin Key，对，叫 Skin Key，这个是 SPF 40的，它这个真空包装还蛮方便的，它是有润色的，所以呢就可以把粉底防晒放在一起用了，不用分开。我觉得夏天的时候，如果你既要上防晒，又要上粉底，其实脸上东西会有点多，而且防晒之后你再去用粉底去涂抹粉底刷，是很容易破坏那个防晒剂的。所以这个就蛮方便的，我感觉，而且它涂开以后也蛮自然的。其实今天我就是用这个画的，就整体来讲，你不能指望它有什么很强的遮瑕能力，但是它能够做到一个基本的，把这个皮肤的肤色给均衡一下。那追求自然、追求简单的人可以试一下。第三个是王老师家的正颜蒲公英粉，这个粉真的是很嫩，它可以全脸做散粉用，或者是呢，你给它涂在大面积的涂在两颊，然后加上鼻子这边也扫一点，就会有一种从皮肤底部透出来那种好气色的感觉，非常的自然。试一下，其实，在相机里面真的是看不出来，它就是非常淡淡的，就是跟它的名字一样，嫩颜蒲公英粉，很淡淡的粉，露出一点点来。那我们来讲身体的产品，身体产品我最近很喜欢这个小众的韩国品牌，这个是他们家的身体油，这个是他们家的磨砂膏。因为夏天到了嘛，经过了一个冬天，这个身上有些地方的皮肤，尤其是手肘这些关节的部分，肯定是有死皮堆积的。所以呢，我觉得身体磨砂膏是需要的，而且他们家这个磨砂膏真的非常好闻，这个膏体就非常的软糯，而且你抹开的话，你会发现很细。这个还可以代替沐浴乳，用完之后你就会觉得身上皮肤真的是很滑很香。确实是有效果的。他们家的这个卸妆油颜值也很高，它的味道就是很好闻，就真的是有那种，我觉得是有一种海洋的这种治愈系的感觉。那这两个配合在一起用，身上皮肤是真的很光滑，很香喷喷。最后来说衣服，是我最近买到最喜欢的衣服，就是金卡戴珊金姐家出的 Skims。我今天这样身上穿的这一件也是，但是你们看不见，所以我放竖屏的在旁边。那我非常喜欢他们家的衣服呢，就是觉得它真的是可以很好的把身材塑造起来，大大方方的展示你的身材，展示你的阳光，展示你的性感。因为非常喜欢这一款衣服，所以我买了好几个颜色，最基础的黑色，然后灰色，再就是我身上的这一件限量版的酒红色，它真的很显皮肤白。再说一下出镜率很高的这一件 Cortana 的外搭，那这个外搭肉粉色，但它看上去真的是很不起眼，薄薄的、短短的、小小的一件，但是它上身真的很好看，就那种感觉吧，就好像是完全不经意的慵懒，完全不经意的优雅。不是刻意塑造出来的那种感觉，你们明白？我非常喜欢它搭配 Skims 的吊带裙哦，真的是很好看。好了，那今天的春日购物分享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